辈一起合作，其实是一件挺神奇的事情，因为以前都经常看他的戏嘛，然后这次和他对戏来说，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然后非常温柔的前辈，然后我们有不懂的地方他都会教我们，还有他也会一些排球的知识，因为他以前都是打排球的，所以他就会在台词方面也会帮助我们，然后也希望我们的演技能够讲台词方面能够更加顺利这样。对着一个这么漂亮女的教练，会不会自然？这个呢，自然来说呢，我是非常自然的，每天都喜欢看着她来演戏啦，我的演技自信非常强大了，现在。信自信。最近Miwa 都好似入咗好多个颁奖典礼啦，有冇收到三万嘅？其实我们因为。上一年我们是作为一个新人进入这个乐坛，但是今年的我们已经会有这么多的候补，其实已经是一件非常感激的事情，所以非常多谢粉丝们对于我们的支持还有关心，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去做好我们的音乐，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音乐，谢谢。之前好像说成立一周年出的那些正式游已经超到四位数字了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？我们都有听过，就是我们很谢谢我们的粉丝，就是会很支持我们的每一次的不同的活动，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最好就是不要炒卖这种行为，就是不是太好，就是最自然的抽到就是缘分嘛，就这样子会比较好。